莲子仁，古法土豆爽，让我先尝尝古法土豆爽。它那个好像有点像泰国的甜辣酱，然后加上蒜蓉跟葱的味道。然后这个土豆就是蒸熟的、凉的。这城里一家老店，然后他们家主打就是这个莲子园。太好了，没有特别甜。这透明的是石花，绿豆银耳芋圆。阿达子，阿达子是啥？我想问一下阿达子是啥呀？就是这个是阿达子吗？它是啥东西啊？好的。这个三角饼也是我第一次听说。啊，就是这个。嗯。哦，它就是里面有馅，这里面是馅儿，还有水果沙拉馅。哇，这边要一个青椒牛肉馅儿的，要一个水果沙拉馅儿的，总共才6块钱啊。啊，你一个什么馅儿的，它都是3块钱是吧？对对对，你差一点。啊，我是吉林的。啊，两个，它这么装的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嗯，是可以来吃一下的小吃，不至于说。我觉得牛肉馅挺好吃的。嗯，这外皮是脆的。应该有菠萝。这个是水果沙拉馅，不知道它放了啥。它应该有菠萝。有。完了，我怎么吃出来菠萝的话，我吃不出来什么。因为它只放了菠萝，我觉得它是那水果沙拉馅里，水果沙拉馅里没有沙拉，就是菠萝。咱要一个青椒牛肉的，然后咱要一个虾仁鱿鱼的。好，6块。嗯。你好，你要什么嘞？哪个比较有特色？你要咸的甜的？咸的咸的各来一个。收款成功6元。在店里坐了一会儿，我跟朋友发现了一个神奇的事情，就是本来旁边也有一个特别大的三角饼店，但是另外一家就是没有人，而他们家总是有客人来。我跟朋友就特别好奇到底为什么，所以我们两个就到旁边那家三角饼店又买了2个，想尝一下，就也是同样的青椒牛肉跟虾仁鱿鱼的。哎，咱上这边来吃。我这两个馅都一样。我也感觉可像了。我有点分不清我吃的是啥馅儿呢。我也分不出来。而且我觉得他们家更咸。就他这俩馅儿呢，是一就没有区别，我尝不出来哪个是哪个。咬着了一个小小的鱿鱼的那个，但说真的，我没吃出来啥区别，不像刚才那个，就是区别还能大一点，味道也差一点。这个我感觉一样，而且他们家更咸。能理解为什么？这家卖的没有那家好，是真的没有那一家好吃。咸新娘蒜蓉汁面茶麻花，前俩我都不知道是啥。这个上面是糖吗？是蒜蓉的。蒜蓉。对，还有糖。那咸新娘呢？那咸新娘是啥呀？那个就是、这个是吗？啊、是它里面就是那个东西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有点咸，有点甜，口感很好，就是甜咸的是吗？嗯、先甜然后后咸，很好。甜咸，甜咸味儿的这个。嗯、那我们要、嗯、要两袋儿，都拿小的。对啊。好、啊，谢谢。你去看看。嗯，我发现他们这边特别喜欢用红塑料袋儿。嗯，啥都是红色的塑料袋儿。当然，漳州还有很多其他的闽南美食，嗯，比如说这个蛋堡。二号。
它加的料太多了，实在没有办法一口就全咬下去。还有开了十几年的卤味馆，15块钱就能吃到一大盘海蜇煎，放了好多牛肉，还有牛肉丸的沙茶面。没错，你看到的以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在一天之内吃完的。虽然回家之后发现自己胖了2斤，但我依然要说，我爱漳州。